对，他有风起，还在追，这 Q 二也来了，有盾有闪，杀不掉，这 Q 二也没了，难受，哎，快让你死定了，哦，闪现高，然后这面好像处理的有点差，这个 UP， 这为什么没有打死这个沙皇呢？这面都给我回来，点死了这个盲僧，紧接 Vink 这面怎么说有链子吗？没有链子那就杀不掉，一道紫禁洞。妖姬回来练回来，这边又打了个闪，他真喜欢交闪了，兄弟、啊。这沙皇美博都没闪，物有预判，要死打不过技。哇，感觉被这个 Crying 纯纯的玩弄。那 Crying 好要死了，后面来了个地啊，啊劈了两个闪啊，走啊啊！哇，他这波好帅！不是他这波也太帅了吧，这走位。你也可以说这那儿啊，技能歪的他妈离谱。你也可以说这妖姬非得有病回来要送一个。没有这边 IG 直接反方向开始偷龙，但是被发现了。UP 这边大树是没有闪的，点个眼可能来不及了。妖姬这边有踢，但是路线好远，完了龙没了，完了龙没了。大树这边想去抢吗？地势下去先扛一下，这边直接龙。大帽啊，大帽啊。来不及了，龙被那天津拿下，然后天津飞回去了。还要死？那这边有大吗？没大。那没闪，自己跳下去的。然后这边腰子一下就开始跳，但是根本救不了。这边打了一个，既拿了大龙，又杀了两个人。刚才中路打的优势一波又全没了。月开在侧翼一直在 poke， 利用自己的 W 平 A poke。我准备打一套。完了，被勾了，没了，都吃勾了，死定了。这边直哎，这盲僧是知道已经死了，所以直接去踢加尾了。这边又一个二段 Q， 又、哦、一个加尾，然后这边这个地切走不了，好像能一波。月开直接原地 MB，放弃兄弟们了。月开中路清星去了，好像一波不了。妈，所以这装备真的，其实出什么也赢不了这把，这把是没办法。你看看这沙皇，再看看自己家妖姬，兄弟，这妖姬打不上去 ，A 了一下泰坦，连盾都没 A 掉。这把是中单有 gap， 感觉沙皇到右边，右边也能赢。这边伤害怎么说？好像能慢慢打。盲僧一脚把卢锡安送走了，然后这边自己会死，盲僧不会死。沙皇，我操！沙皇闪现一个大，推死四个。哇，他直接没了，对面全部半血，全部融。哇靠，他今天绝对是今天比赛的 number one， 他绝对 MVP， 兄弟 Q 回头 Q 到了，是假 的， 是假的，假的无所谓，拉扯啊，再去打断一波了，让我们恭喜 IG 二比零啊，我操，拿下开门红快！我操，好狠，这沙皇，他真狠啊！他这两把好像都很狠，都挺狠的，是都挺狠的。